哎，两周年应该是扩大庆祝的日子，不会吧？早上我们那么风光，你下午把我弄这样。对啊，你也看到我们粉丝那么多的。对，我现在没办法，我细皮嫩肉这个包盯着这样不行，我干嘛？拜托你，不要做什么两周年企划。不要不要，两周年企划，他们心里面很气的话。